台长，我和帮我发布到门口有一个人，他讲他说以前给刘和彩不开，这次会开，他讲的一个号码是725455，他是不是叫我买刘和彩了？是726555，哎呀，你不得了！4725455，哎呀，你他讲这个号码，他是不是叫我买六合彩？台长，你这个你要发大了，发大了，发大了，我不敢买哟。啊，你最好不要买，嗯，因为有人真的梦中告诉他号码中奖的，泰国就有，啊、嗯，中了大概600万嘛，嗯。哦啊，这种有敲定的吗？什么？有敲定的吗？这个你自己看了，我不知道。反正你要是过去跟菩萨许过愿，说你愿意做件什么大好事，那菩萨给你命中有的，那说不定你真的会中六合彩。